26计，指桑骂槐。原点：大龄小者，谨以诱之，刚中而硬，行险而顺。暗语：率数未服者以对敌，若策之不行，而利诱之，又反起其疑，于是故为自误，则他人之失，以暗警之。警之者，反诱之也。此盖以刚险趋之也。或曰：此遣将之法也。